团队得分只有四分。谢亚轩出来再交给阿巴西，外线的控挡机会他把握住了。像邱子坚这种年轻的球员，就是上来状况好就多用，那没有的话还是要上他，让他上来体验一下比赛的感觉啊，慢慢培养。交给龙茂，应该说这里传出来，谢亚轩找到阿巴西，他还有足够的外线能力，所以教练非常信任他。目前为止三投两中拿下了六分。艾德转移出来，谢亚轩 step back 三分起了，出手距马上还以颜色。第三节进行了一分半钟左右，两队还没有得分。谢亚轩再把球要回来，终于跳球距哇，悬殊四分差距。龙茂假动作，这球没传好，被抄走了。前面谢亚轩的快攻机会，上篮得分。现在控球的是林炳胜，阿巴西在了中间，林炳胜再转移到底线，谢亚轩的三分外线跳投得分，大胜垫步之后被盖了，这个球台皮再救回来，哦，被抄走，前面快攻机会，谢亚轩的飞身上篮得分。给前面李奇伟篮下的机会，被影响到了，变成中心特工的反快攻，三个打一个，再回到中间，艾德飞身扣篮。这节场上台皮英雄的洋将还是伊贝跟大胜来做搭配。大胜虽然今天罚球不太灵光，但得分上拿下了九分。艾德，哎呦，哇，要给克里斯，球还在中心这里，时间快到了，再一步跳投出手得分。是的，节奏中间会卡住哦，没有罚进，32-28。林敏胜再交给谢亚轩，接球直接起 M1、哦、这是一个四分打的机会，43-28，还是区域防守，艾里没有接到球被抄走，重新又是一波成功防，看起来如果是没有弹性，艾里是有机会的空中把球给灌进去、嗯、艾德克里斯交给阿巴西，在篮底下再出来，谢亚轩 wide open， 他把握住了，天哪，4-100。平胜切进来，球被拨掉，啊，要给艾里，但是他没有注意到，大胜这个传球不好啊。外围的谢亚轩三分球把握住了，弧顶来尝试外线的跳投没进，长篮板被林敏胜拿到，谢亚轩要远边去找阿巴西，底线三分跳投命中。